你好，哦，你好，你在干活吗？对，你是来干嘛的？我是过来玩的呀。过来玩的？哦，这么冷的天，你还出来玩？是的呀，我不知道呀。今天然后早上还有太阳，谁知道现在没有太阳了，天气这么冷。今天早上的时候这里下雪了。早上这边下雪了？嗯，我不知道这边下雪了。早上我感觉天气还挺好的。对，这两个小孩都是你的吗？是的。这么冷的天你还带他出来干活啊？那没办法，没事，带小孩。家里人呢？家里人都出去打工了。都出去打工了？嗯。哦，好吧。哎呀，那个小家伙还在玩手机啊，那个小家伙。嗯，是的。给他戴个帽子啊，这么冷的天啊。我忘记了嘛。好吧，我问一下，我能不能去你家喝点开水啊？喝开水啊？啊，可以啊。方便吗？方便方便的。嗯，那好吧，谢谢你啊，不客气。走吧，先回家吧。先回家啊。嗯，那你不干了吗？不干了，现在小孩有点冷，然后老是哭。好的好的。那个小家伙还在玩手机啊。哦，走了走了走了。那不用忙了，是我叫来的，记得吗？好的好的。走。可乱了，你别脾气啊。没事没事的。这里我先给你点点火。好的好的。你这是干什么呀？我给你们煮点腊肉。不要不要，我们吃过饭的。没事没事，我们这鸡肠也是煮着吃的。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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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们不嫌弃的话没事的。不要不要，我们吃过饭的，真的，我们吃过饭的。我都坐在休息一会儿，喝点茶就好了。别别别，哎呦，我这有点烫。不行，不要不要不要。没事没事，你拿出来干啥呀？不要不要不要，我这没有什么要招待的。不用不用，我只喝点，没事吧？我就喝点开水就好了。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。哦，我叫王英。你叫王英啊？嗯，你叫什么？我叫郝建。好大个。你今年多大了？你今年二十四了。今年二十四了。嗯，二十四都有两个小孩了。对呀，肚子里面都还有一个。肚子里面都还有一个。嗯，现在几个月了？看不出来的呀。现在五个月左右了吧。五个月左右了。嗯，你五个月左右了还背着小孩还干活啊？我们这边都是怀着孕还干活。你们这边怀着孕还要干活呢？嗯，一般很少在家，很少在家。那好吧，那你这挺辛苦的呀。不辛苦。你公公婆婆不帮你干点吗？嗯，全占了嘛，大部分都是自己干，有时候实在忙不过来，他们才过来帮忙一下。哇，那你老公多长时间回来一次啊？有的时候差不多都一年。一年回来一次。嗯。那你想他不想啊？那肯定想了。想他让他回来啊。对呀、啊、那他帮你多干点活。对呀、啊、那回来帮你干活没办法，为了养家糊口只能在外面拼搏了嘛。你老公在哪个城市打工啊？他在山东。好吧。这个不行，这个不行。没事没事，这个这个别这个这个真不行，这个真不行，这个真不行，不吃不吃不吃，这个真不行，没事，不不不不不，这个真不行，这个真不行，这个真。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个就是荞面粑粑。荞面粑粑。嗯，这个也是我们等一下吃的吗？对，等一下我们吃的。哦，好吧。你做的东西太多了，你等一下吃不完了。哪里多？那你平时在家里都做哪些农活呀？做的话，喂猪、喂鸡，还有喂牛、鸭什么的。哇，你一个人在家里养这么多东西啊？对呀、啊。但是那些鸭的什么的话，另外一个公公他帮我们养。另外一个公公？嗯。哦，这样的呀。嗯。我说呢。那你这怀孕五个月了，你做这么多东西也太辛苦了，你啊。不习惯，这都是日常的。哦，日常。嗯。你们这边人都是这样的是吧？对。好吧。这个荞麦是你们这边的特色吗？哦，是的。挺好吃的。哎呀，他怎么了？他奇怪。还可以啊。好，给他吃啊，给他拿呀、啊。
这不能录播，反正阿妹。这是谁呀？这是我婆婆。你婆婆？嗯。她说的什么啊？她说你们是来干嘛的？我们来干嘛的？她怎么还摔锅呀？怎么？她生气了。她生气了？那我走了。就快走了吧，没事，特别是救人打我们的，我操！那走吧，没事，那我们先走了。我就走了啊。不好意思啊，今天我婆婆就是这样的人。没关系，没关系的。嗯，下次我婆婆她不在的时候，你们再过来吗？好的。我再送送你们。没事的，不用了，等下次你婆婆不在的时候，我再来吧。哦，好的。嗯，那再见了啊。再见，慢走啊。嗯。